哇，这个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许光汉、关于我和鬼。哇，哎，你们都是女，尖叫都是女的。旁白哥报报史上最色艺双全金马男主入围名单，网蹦红毯都是鼻血，现场会闹水灾。把盖票打了，让道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哎呀，小天你客气了。曾以电影《猛甲称帝》的阮经天，今年在以《周楚除三害》入围最佳男主角，他的价值还有穿衣显瘦、脱衣显肉啊。他们不要我的时候，只有你要我。吴康仁饰演聋哑义工的复读青年，也让他强势问鼎影帝。好了。别想了。对，本新闻没有要认真谈电影的意思哈。金马奖60岁了，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儿。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一字排开，哎，左看右看都好看。王伯杰、林柏宏、许光汉、吴康仁、阮经天，你被网民敲碗啊，别自装了啦，就天体直送。哎呦，也太难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红毯血流成河，现场会闹水灾，我穿的都不给他拿影帝。哎，大家都显示为激动，很难平静哎。站在天平的两端，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，爱一个人好难。三立娱乐新闻评审辛苦了，报道。